我的小本子都丢两次了，这回可不能把你再丢了。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干嘛要告诉你啊？哎，这页怎么被撕了？不是你撕的吧？怎么可能我撕你本子啊？也是啊。哎，咱们都等了这么久了，你到底坐哪一路回家？十一路。这儿有十一路吗？是这个十一路。这个车站是我每次回家的必经之路，每次我要是累了，就坐在这儿听听音乐，看看对面的风景。其实这也没有一辆公交车是可以回到我家的。你看啊，上一次东方明珠塔要200块，吃一次旋转餐厅低消是400块，而我坐在这里一分钱都不用花，就可以坐拥上海最美的夜景，性价比可高了。除了东方明珠塔，你看，还有金茂和上海中心，不错吧？你要不要感受一下？回家了，哦，拜拜。于飞。啊。明天一起去吃饭吧。就当你感谢我还你笔记本。就这么定了，走了。